给两只猫换了一个新的猫抓板，大王就坐在上面不动了。可以吃火吗？哇，它的肉一直在动啊！大家知道我们大黄呢，它是不怕吸尘器的，所以每次我打扫的时候，对，它就是这样一动不动，就拿它没办法。好 enjoy 啊！这最小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去哪里？妹妹，妹，你越来越好看了，妹。妹，你不像驴了，妹，变小美驴了。小美驴，奶奶，晚安，妹妹，奶奶来了，把你的皮裤摇下来了吗？用脚在这里撑，正好你的屁屁掉下来了，好吗？好吗？这有半屁股在外面，你们看。这家伙懒透了，这家伙懒透了，颓废的黄黄在这里趴着。对，躺在地上了。